打一下这个微信区的排位，看下我哪一个英雄好。你们选斗法师呀，全法师系啊，来一个刺客，我就是刺客，我本来就打上瘾这个，我打 ADC 已经确认了亚瑟，这样子还勉强过得去，插一个战士，也无所谓，又变成了生病，这家伙亚瑟不是说打 ADC 吗？不变了，就这么点英雄，微信的英雄不多 ，QQ 的就差嬴政、武则天还有 A 零了，三个英雄。要不要考虑买个嬴政玩一下？嬴政说实话也是挺强势的一个英雄。对面小韩韩，韩信打野，他应该不敢过来抢蓝，是吧？一般不会过来抢蓝，双方都有惩戒，他怎么抢？告诉我他怎么抢蓝？除非他一群人过来。啊！我怎么每次打的都是他正面？我没有四级，我不去乱打。行，我们家先拿了一个。微信区的应该会低啊 ，QQ 的好打一点吧。打完自家的还去他们家乱蛋一样，应该是都被打光了吧。他们韩信清野也是很快的嘛。好了，此时可以去中路清一波。看到残血的牛魔打不动，等会，他们一来就麻烦了，先把兵线清一下吧。来得及，这么多野怪没打。清兵线才是最要紧的事。
他，找他。这波撞了啊！怎么坚持住？打了他们家的野怪，不让韩信花语打不毕竟有人才支援他们。哎呀我的天，别大哥，两个脆皮赶在我们面前换死。家好像没有枪，蓝 buff 被人打掉了。可以呀，支援队友。粘连满血，但是不弄不他。老夫子过去可能已经被打死了吧。冲过去支援一下，别挑我呀，这一个好傻的样子。好准一个，这韩信不是作死吗？笑出来，穿的皮肤倒是挺帅，白龙吟，可惜了啊，不要费动作了。算了，待会再过来找你算账，先去化育一下。把它引下来。
故意容不下来。埋伏了半天没人。哎，我操，又被抓了。我可不想被老夫子绑住。这些家伙都好傻的样子。不要，完了，一套死了，被塔给射死了。这个微信还是假的啊，主要是黄金段位，铂金，而且对面牛魔掉线，应该比较轻松。